啦啦啦，我来了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半仙，欢迎收看今天的《金蝉蝉之战》。这次和小伙伴我们是撒黑，朋克。这里面的话，我看一看，这个先打开，有无尽之力、永恒灵冬，还有大恒之铠，还会提供两个金币。赚钱才是重中之重。OK， 我拿下来这个吧，看我眼色行事。哟吼，这里又来了一个锁子甲。你，我拿下这个，请问阁下又应该如何应对？带上，先给他带上。可以叠加40次，必须得挨40次揍才可以。哎，早知道不卖了，这不是你卖不卖的问题，有我在，他肯定出意外。小伙子，这个道理你懂吗？假人辅助冒险举动，来个冒险举动。获得30个金币，看你有什么本事，这样我就可以上一些战力了。看你有什么本事，战斗是一支舞，幸运的人，然后把一些没啥用的都给他卖掉。OK， 来吧，我这80滴血，我应该是可以第一个去抢的。再给阿木木带一个锁子甲，就是打不过他，咱们也得把气势给拉出来。4、5、6、9、10、20多了，马上满，再坚持坚持，再坚持两下，再坚持两下，哎，漂亮！2金币，2币，唰唰唰唰，哎，其实有这个也蛮好的，咱们就相当于来了一个泰坦的坚决。哎，我要朋克。我们开始有趣儿的部分吧。选择低牌，漂亮，金克斯来喽，小飞棍来喽。40次，可以有240的生命值，40的护甲。那我看一看，如果这个叠满了之后，它会有多少？获得20的护甲，20的魔抗，这个差别还是有一点的。嘿，快回来！怎么那么不耐揍啊？我还没出力，你怎么就倒下了？看看这个拿的啥？这个不能动。先苦后甜，打烊前的最后一杯。叮叮叮叮，爱的魔力转圈圈，又来一个厄加特，我先拿着。斗士丸，护卫，护卫现在已经没有了，所以不如把这装备去给厄加特带上。咱们这得经过多少个回合？7个与玩家的战斗回合。
哈哈哈哈哈哈，怎么挣不到钱了？铲子我来了，啥也别说了，我都要铲子。你看这里有色蹄，有永恩，不需要，都是不需要。你以为我这20滴血能是白掉的吗？不可能，这种亏我是不会吃的，真实伤害。我带来救赎。归于寂静。带上，这个带上，然后把这个给卖掉，让咱们的厄加特嗨起来。咱们的厄加特输出太高了，对面完全不是咱们的对手，格挡的伤害全部都打在厄加特身上了，其他人一滴血都没掉。我以为这是心之钢来了的，不是我就不要。胃可以拿一个，我们开始有气儿的部分吧。有了金铲铲，那这样咱们去凑够七星之钢，就不需要再去拿到铠银，这样就会快很多。你说如果凑够七星之钢，然后吃连败，他得给多少奖励？现在这个装备还发挥不出来它的用处。噔噔噔噔，打波野怪，我转圈没有，刚好咱们40块，然后我再站一个。危险怕我才对。每一秒治疗2.5%的最大生命值，小伙子，这次你可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。我看看这个呢，这个，宝贝儿，这个不要。不要，不要，还是不要。这个时候咱们可以升级了，给了那么多，就是不给咱们来大腰带。第二个强化也要来了。高手过过招，对，像这金克斯，赶快去揍咱们！哎呀，就差了7次攻击，这哪是7次攻击，这是气死我了！
哇，又来小巨人。第一个痛快，我不需要第一个痛快，那我要小巨人。我们将不再战斗。这样我又110滴血了，牛啊牛啊！不给来我就往上面升级，能升到十级，我照样可以是去出15至尊，就是可怜了咱们的铲子。给咱们来两个铲子，再来两个大腰带，齐活。猛将大威力，黑斯特运气还挺好的。飘飘飘飘飘，没有什么能比让一个傻瓜无牌可出更加喜闻乐见的了。抢一个大腰带去。不给来，咱们就得自己想办法。哎呀，来钱了！有钱。刚忘记递一下，还可以再战一个，让咱们的这个先去挨打。I'm so sorry。 咦，漂亮，又是两个金币。3-4，我肯定是最后一个再去抢了。能不能给我再来个金铲铲，来个金铲铲，我谢谢你金铲铲，金金金金金金铲铲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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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铲铲铲铲铲，你看那个跑那么快，铲子铲子铲子，哎哎哎，你们不需要是吧？我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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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绝了！哎呀，如果两个铲子到手，哎，等一下，多 happy！ 我们打这一架有钱收吗？气死我了！气死我了！哎，没有就没有了，等我搞出来五费三星，锤死他们！这个合的一个哦，朋克，对他拿铲子也非常重要。幸运的人，他可以去凑6朋克了。我再研究一下他的装备，这个是加攻速的，这个是吸血的。拿来，人生十有八九都不如意，所以咱们习惯就好了，接着往上面升。朋克裁决使，拿的是裁决石，那他的朋克不就没啥用了？搞不太明白他这是玩的是啥。早知道咱们就不去拿小巨人了。哎，早知道尿床不睡觉了，应该拿一个可以优先去抢牌的。
这个库奇这件装备非常给力，每相隔一格就会提升9%。该要的咱们要，不该要的不能拖节奏。铲子，我要一个铲子。看你有什么本事！出全力吧！虚张声势，谁弄不了任何人。八级，怕不怕？噔噔噔噔噔，这个拿的好，后期专家。不过你有后期吗？现在才4-1，你才7级。这个小巨人是准备这七星之钢，到时候咱们掉血就没那么心疼，不用上那么多战力。加攻速的有没有金蛋啥的？整活断炉，别怕，我来了。整活断炉适合别人不适合我，我要这个。王人名扬天下，卸下你的负担。哈拉少，还是让咱们给递出来了。咱们就差了一个大腰带了。急性子，我才不是急性子。85滴血，你能秒我？这个也上5了。对，这个55滴血也上8了，直接打蒙圈了。对，多让我掉点血，这样一会儿有铲子的话，我也可以优先去抢。有铲子我就要铲子，没铲子的话。我就要大腰带，赶快凑出来七星之钢。哎，如果拿它的话，会更嗨哟！哇塞，绝了！
要啥不来啥。你说咱们拿到一个铲子，让大家好好欣赏一下，卸下你的负担。我看看抢咱们这个的搁哪呢？来了。哦，搁这儿呢。大腰带呢？大腰带选手。栓 Q， 刚刚还有点嘚瑟，现在嘚瑟不起来了。价值26。哦，他换朋克了。换朋克给齐阿娜带的。哇，有点头疼。看他低了多少次了。67%。哎呀妈呀，脑瓜疼，脑瓜疼，脑瓜疼。哎呀妈呀，脑瓜疼，脑瓜疼。啥叫做烂分就行？他人之气，灭自己威风。如果没有大腰带，我这边这个就是准备来一个反曲之弓。这就是个路的，都是要哭的样子。这里还有一个装备。腰带，你终于来了，我的腰带。怎么回事啊？我们的永恩还有机会去升到三星？现在开始就会变得不一样，我们现在已经是七星之刀了。如果打不过的话，咱们会一下加速度，你看38。虚张声势，却愚弄不了任何。说啥？
面的大金蛋一会儿就可以打开了。地点怎么样？奎桑奇已经二星了，所以不需要。有趣的东西来了。如果能再赢一局，一局就 OK。还有这个装备只能这样带，可是咱们这不都是物理伤害吗？这个是魔法伤害。他这个有多少个攻击力？138。43，哎，再打一回合就可以开奖了。得先稳住，稳住之后再去想其他的。小伙子，你还要抢吗？你再抢我都哭了。六朋克，换一下，卖掉，这个给他带，然后一、二、三，都站到这里来，还可以再来一个。二星的进，到此为止。马加卡和洛斯常在我们左右。到此为止。到此为止。漂亮。看来咱们是升不上去了。打开这个啥玩意儿，不需要，我得重录。一点问题也没有。天下，你拿着把玩具枪就来吧。行，打我吧。你拿着把玩具枪就来吧。行，哎，直接给了两个豆子。这就可以升级了，我留那么多钱还干嘛？这个卖掉，站上去一个，目瞪口呆对吧？我就知道。你听到了吗？终点到。最后的青羽大帽子。躺好，别起来。我以为你们能拿光呢。到此为止。
破洛斯藏在我们左右。演出从未停止，主要要防备的就是这个。他们能在你的葬礼上遭遇？加大精量，卸下你的负担。来了，老弟。他也搞了一个二星的卢锡安，不过他这前排质量不行，哪像咱们呢，嘎嘎猛。也不能太嘚瑟，容易出现意外。这有拆装备的，我看看要不要把这个装备拆下来。来这护盾，不要鼓掌，好吧，一点点如雷的欢呼就好，一点怎么样？急性子，我才不是急性子。再打一回合又可以开奖了，开奖之后越打越强。这里面有哪一个是需要做帽子的？那条卡布洛斯藏在我们左右。直接秒掉，不解释。离开这尖叫声。哎，他也打赢了，我不知道他打赢的是谁。这个不能给他留，让他上二星，我就吃不了兜着走。放走我！先这个装备，加点攻速，加点攻速，圣洁烛光护手，给咱们的凯隐带上去。卡布洛斯藏在我们左右。到此为止。我的地盘，给我滚吧！我会为你哀悼的。我会让你名扬天下。孙呐，贪多嚼不烂。吉格斯，吉格斯不够强，我感觉。从阴影之中。这里面就来一些自己想要的。齐安娜、约里克，我就知道。你听到了吗？终点到。只要败一场，我人就直接没了。这东西可是洗不掉的。哇，他这吸血是真的吗？齐安娜我也不需要了，我就拿一些他手里面没拿的。卢锡安，很好，别进来。那留给他了，约里克。听到了吗？终点到。格洛伊，进不要，进不要。凯隐，维持。
之中，我走进唯一的高光。从阴影之中来一个，唯一的高光，直接让他投降吧。哎，我凯隐呢？你好，凯隐还不够呢。差点冲动啊。哦，不是，是凯隐。错了错了。大家卡布洛斯，哎，凯隐。那你们想看哪一个五飞三星？凯隐会挣很多钱，不过这个他技能效果会更炫酷。你拿着把玩具枪就来。行，玩玩吧。投。那好吧，咱们就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